下载敖特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9.9封顶。提醒您本期看点。快本首次全开麦，现场退唱，究竟是惊喜还是惊吓？我把我唱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在成都什么？听音里的叮咛，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互相之间你不让我不让你。我不在，你守着我穿过黑夜。这一段也太珍贵了。我愿意付费观看。意想不到的演技大赏，脑洞大开，能否捍卫演员尊严？他是一个大老鹰。他是一个妃子。他是一个妃子。他发现皇后在杀皇上。没有，皇上并不在。草船借箭，真有你的。不对，黄盖。不对，关羽。不对，夏日大作战，西瓜吃到颤。请说出易烊千玺的三部影视作品。少年的你，羞羞的铁拳，羞羞的铁拳，羞羞的铁拳没有。我你们现在误导不算我。请看图片，说出图中妖精的名称。陈毅，鱼精，鲶鱼精。小丁，鲶鱼精。回答正确。我刚就说鲶鱼精了。回答错误一次，你不能更改答案的。金鱼精。不准确。鲤鱼精。不能答了。小丁，鲤鱼精。回答正确。泳池趣味派对，颠覆项目挑战，笑料百出。怎么都手进不去呢？海涛还没有完全程。海涛现在被牵制住了。哇塞！国际快乐大本营首届合作伙伴敖特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9.9封顶。来到每周六晚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 vivo S10 系列手机，自然柔光人像，照亮我的美。今天晚上呢，我们四个又有新的身份了，科代表。对，我们是致力于海洋学研究的科代表。海洋学。今天呢，会有各具声音魅力的美人鱼来到现场。对，美人鱼不是我吗？谁啊？把我的红假发给我拿上来。我就是那个小美人鱼。我说海洋学我了解的时候我就够心虚，你还说你是美人鱼。是我吗？我们科代表呢要找到我们欣赏的好声音的这个搭档。但是呢他们是怎么结对成功，能不能够顺利的成为这个好搭档呢？其实我们四个科代表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们几位到底是如何结对的呢？我们先来看短片。这个房间共分为男女两个区域，分别摆放着手机，手机里播放着神秘嘉宾的清唱小样。对不起。男女嘉宾会依次去倾听这个清唱小样，互相点评。
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这个人可能受过什么伤，他的歌声里面充满了这种难过。分开或许是选择，有一种乐器的演奏的感觉。他的歌曲中呢，甚至能感觉到他在孤独的夜晚独自看向窗外。的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哦天哪，这个是我快乐的同学，这是小丁吗？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这是小丁。哎呀，小丁唱得太好听了。天哪，我就被他的歌声融化了。他的声音很青春，我觉得就很阳光。圣洁一度清洁难量，折旧的心还有几分浅深的痕如水流。这认真的吗？这是认真的唱的吗？哎，先关了先关了。就好像跟我记忆中听的这个歌不太像，你知道吗？他在唱我要哭了，五音好像不太全。现在请给出你们的初印象排名。这压力很大呀，这个。这个吧。这姐姐唱得太好了。这里有三首舞台歌曲供大家选择，选中同一首歌曲的男女自动结为表演搭档。这三首歌分别是这谁的？这个歌很好听，难度太高。它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是我觉得它是最适合我声线表达的一首歌。请选择歌曲。安全起见，我还选这首吧。我选这个吧。选它，选它，选它。来，我们在这里没有讲到用到了一些声线表达呀。非常专业的一些点评，而且究竟怎么样？不管他们唱什么，但刚才放出来那个女生，我是准备要磕一下的。那女生真的很符合我的这个音乐路线，牙都得磕掉。对，那种音乐质感我很喜欢。今天这个组合的方式呢，是选中同一首歌的人，等一下会一起出来演唱。然后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的规矩是我们四盏灯如果亮起三盏，舞台就会合并到一起，就成功了。哦，是这样的，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非常幸运可以在一起合唱歌曲的男生跟女生分别是谁，欢迎他们。
组队成功了。海涛哥你不是，我是这样，我是海涛哥，你上次就骗我，今天还这样对我。没有没有，我确实是下不去手。因为我是这样，我觉得那个娜娜那个声线真的很特别，我觉得那个伴奏啊和节奏有点压她的声，我想听一段她的阿卡贝拉。你有一个高音，那个侧头沉醉的时候，我们几个都在想在沉醉什么，然后我把我唱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在沉醉什么。然后我们欢迎婉意第一次来的快乐大本营，欢迎婉意。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婉意，你是会唱歌的耶。刚才不是被嘲笑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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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像娜扎。像娜扎怎么说出来了呢？你知道吗，婉意，星星的那盏灯是嘉哥摁的。嘉哥，你为什么要带星星做主？因为他说，哎呀，要按灯或者不按灯之间，我说我来帮你决定吧。因为他那么喜欢张婉意。对，因为我那个张婉意一出来，我说哇，陈延年，然后再一看娜扎那边很陶醉，然后。哎，娜扎，你其实有进步哎，你除了后半段个别声音偏平。前面一进来的时候是非常稳的，因为他这个一动我就有点震，又开始怪我，跟那个没关系呢，就是有一些唱颤音底甩手这种。这一对组合有新的名字了，叫啤酒广场来一扎。我没想到这么长，一扎组合吧。我们先看一下你们的互评时刻好不好？好，来看一下。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的我能听出来是谁？慢慢的你走。是娜扎唱的是吧？是娜扎唱的是吧？我可恶！你为什么评判他是娜扎呢？我们一块演过戏嘛。哦，有感情分，排第二。排第二，有感情分。哎，我给你第一好了。真的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也许你不是我的。我觉得挺耳熟，他唱的挺好听的，但又没有达到好像是歌手的那种程度。他那个到后面有点不行，肯定不是歌手。但是他唱的真不错，真不错呀，真不错。第一好吗？情分第二。婉意，如果没有感情分的话，娜扎在你这排多少？你也有个师姐分吧。我听到了一个那个浑水摸鱼的，跑调跑得极其的严重。我懂了，本来娜扎在你这只比那个强一点的，是第三个。好了，祝贺两位，请休息。好，谢谢。我们来欣赏下一组的声音搭档。加油！
很好听，谢谢大家。不用谢。哎，有一对互相都不让。请你我的是经历里的地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他们俩唱到三二一的时候，两个人都一种哦哟，总算唱完了。好喜欢这段说唱表演呀、啊！哎，没关系，看开一点，人生嘛，坎坎这个路啊，坡坡道道多得很，是吧？你自己别吓了。要去哪儿？你觉得宋轶唱的怎么样？啊，完美。哦、主要是因为我真的。哦是因为我一开始对把姐姐带跑了不不不不不你们俩都有互相影响的成分但是小轶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我努力唱了就是你非常的勇敢因为弟弟我就感觉他就半唱不唱的在笑场但宋轶是非常大声的把每一句歌词都唱了出来吸引你的注意让我可以对你说我爱你这甜蜜幸福的开始戏我不得不说他陶醉的表情超过了娜扎那种沉醉就每个人都很沉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当时是怎么组成一队的好不好来看一下互评时刻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点缀这个还挺听起来挺青春的感觉而且它是唯一一个我听到有那个环境音的他感觉在坐车感觉在车上录的有那个车声、对对对但他的声音很青春我觉得就很阳光有车行驶的声音有一种融入感有一种代入感会有一种画面感就会像那种校园电影的感觉哇好高的评价给了第几啊我给了第一给弟弟第一在那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我们活泼又聪明我们调皮又我好像还听到了伴奏的声音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善良勇敢相互都欢喜这个姐姐唱的是首儿歌甚至让我听不出她的实力在哪里因为这首歌是我小学听的但我觉得他歌唱实力话在初中水平 You what? 然后他假音上不去跟我一样、有可能这位姐姐在隐藏她的实力然后要在现场一展歌喉这样吧 OK 21名啊确实隐藏了我的实力最后给了一还是给了二弟弟给的二给的第二名是不是我们有四盏灯好开心哦我激动好感动哦也不必太在意我们也是就是上头了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我们也是听完第一组之后我们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了我们就是被中间吵架那段折服的好祝贺两位请休息我们来欣赏下一组的声音搭档好看这一对很养眼加油
这一段也太珍贵了，我愿意付费观看。诚意，我不撤退，我不撤退。一上来就敢跟我玩转音，转的真的是都是有直角的那些，甚至有漂移。然后雨熙尽力了，能感觉到对不对？我尽力了，我总不知道啥时候唱。你不是啥时候唱的问题，你进的点吧，就是还好，是吗？对，还好，甚至有点要唱不唱。我们非常喜欢你们在副歌的时候那种争吵感，胜过了上一组吸引力。你们现在在吵架排行榜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你们要是搞一个合唱，我真的也是是这样的。对，那个星星是没有按的哈，而且他对我们三个都按了，表示非常的不理解。能说说看你的那个标准怎么这么高吗？有那种吵架感，但是没有激起我参与吵架的感觉。我觉得再吵起来一点。但这歌确实难唱了，这个真的很难。这一对我是可以磕的，因为他们有一个作品叫《与君歌》，对不对？对对。这样吧，我们先看一下你们俩的互评时刻，好不好？好，来看一下。时光的河入海流。哦，这首歌，这雨熙吗？这雨熙唱的。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这个肯定是雨熙。为什么听到第一句就这么确定呢？老搭档了，我和他都拍了两部戏了，认识这么久了，一听肯定能听得出来，就感觉他很用心在唱这首歌。哇，给第一耶。晚来听吹奏，只一听秋水问蜉蝣，几雪明不可量北斗，却和心相思最温柔。这是一哥吧？这肯定是一哥，我听出来是他了。他的声音很，我很熟悉，非常优雅，然后有一些透露着他绅士气质的这种感觉。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唱路呢不太适合我了。 You what? 主要是我觉得那个我听不懂伴奏，完我容易把人带走。好，祝贺两位。何老师啊，诚意宋轶张满意。今天来全了哈。对，满心满意。对呀、啊、好的，恭喜各位通过歌声成功配对来到了我们的仲夏夜派对。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健康的夜晚，需要出示你们的健康码。绿码。好，过了过了，绿码来。可以，好，正常正常，非常好，看得出来大家都是健康码，也都打过疫苗了哈，真的非常棒。那我们呢特别鼓励大家积极参与疫苗接种，响应国家号召，做一个身体健康积极向上的好公民。为此呢，今天参加派对的嘉宾还准备了一个热场的小节目。参加的人我记得有娜扎，有雨桐，然后有弟弟，还有我们诚意，好不好？ 好，来，四位请到舞台中间。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喵喵喵喵喵，国家出钱有助力，一切为了你的好，按照流程要打药，露出袖子心里笑，两针要打完才有喵喵喵。我们一起打疫苗，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棒棒的身体，踏遍群山人未老，我要日子步步高，喝着高点看煎熬，唱一支歌夸夸祖国好。在进入到我们的派对之前，我们请导演来说一下今天的机制。我们刚刚主办方接到一个通知，说我们嘉宾里面混入了海妖。海妖，今天海妖潜入到我们这个派对呢，是想偷走人鱼的天籁之声的。哇，这里还有人的声音值得偷吗？我的声音会被偷。哎，你声音太值得被偷了。冲吧！
所以我们四位对海洋生物非常有研究的海洋科代表，你们要通过获取赢得游戏来帮助他们换成他们的搭档。我们接下来的派对会有三轮的互动，每一轮互动排名第一的搭档，他们有一个权利，他们可以选择一组搭档去公开他们的身份信息。OK， 那他们现在自己知道谁是海妖，谁是？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彼此的身份都不知道。所以最后通过三轮，如果人鱼跟人鱼搭档在一起的话，他们的天籁之声会被守护；如果人鱼跟海妖在一起，声音被偷走；海妖跟海妖在一起，和海妖一无所获，也算输。所以我们四个要加入到他们当中去，陪他们一起游戏，获得胜利，然后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来保护人鱼的天籁之声。是的。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叫做谁能读懂我的心。我们的游戏共分为两轮，每轮我们会指定一个固定台词，并有四个情境抽取来演，其他人抢答到底演的是什么，猜对就在自己的队伍上记一分。各位听好了，第一轮演绎的台词是那我走那我走。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宋轶。哇，加油加油。台词记得说那我走。我们来看看你抽到的是什么情境。Action！ 哼，那我走。雨桐，演员，他是一个演员，他去试戏。然后旁边那个演员比他的戏好，他就走了。演员和这个试戏都是对的。来，雨欣，他是一个演员，然后他去试戏，然后他把产品左拿右拿，然后不小心扣了，然后那个人就是有点生气了，然后他就说没有产品，不需要上链接。好，来，小丁，他是一个演员，他去试戏，他把这个角色饰演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人他给了钱，导演就选了他。脑回路是惊奇的，但是不得不说又对了，又接近了一点。来，快快快快快快快，来，吴昕，前面都一样，这是导演被那个赞助商硬塞进来的人所低头，然后那个女的是他老婆或者他女朋友？没有没有，不对不对，来来来来来，导演想自己演。就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比如说导演会跟你们说你们被拒绝了是什么样的一个理由，两个字两个字，这个角色被替换，被替换了。为什么被替换了？内定。其实小丁那个就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重点是要说出内定。内定，对，我就是在弟弟的基础上稍微多说两个字。好，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是雨桐，有请。加油。太难了，这一题非常的奇妙哦！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思路打开，预备 ，Action！ 那我走。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是一个大老鹰，然后他回去回家了，然后他喂的那个小鸡仔，然后喂完了之后，然后他说妈妈你喂错了，就挪走。啊，这种都不应该起来给他答题的资格。来，弟弟，他是一个仙女，然后他回去看他的狗，但是他的狗被别人施了魔法变成了青蛙，他说那我走。有两个元素是对的，
这个青蛙你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呱呱呱，而且它飘进来了。好，白老师，她是一个仙女，然后呢，她在路上看到了一个青蛙，她想去亲它，让它变成王子，结果亲了半天之后，那青蛙还是青蛙，仙女就非常失望地说：“那我走。”完全正确。我懂你，我懂你，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歌迷，每当听到你的歌我就觉得我在他乡挺好的。谢谢。他们组能不能停一轮？我们停一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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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轮。他们组咋回事？是不是跟衣服有关系啊？我也想闪闪亮亮。接下来娜扎到你了，娜扎，我也等你，我也等你。开始。看到了不该看的，应该是诚意，诚意。妃子进来了，先请个安，请完安之后呢，发现这个皇上变了个人，变成了青蛙是吗？皇上变心了，对，他突然就说，既然那你不爱我，那我就走了吧。在现编剧本吗？你说的也太长了。好，他去皇上的，哎，你不是停赛吗？你们这一轮。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个人？是，来来来，那个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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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来盲猜一波。哎呀，站起来给我力量！就是他去那个，不是我，他是一个，我说你给我力量，我给你力量，给你力量，没事，你说，咱们这就有一个人说就行。好，说好，就是他是一个妃子去皇上的寝宫，然后看到了皇上周围围了有一些。那个别围，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就是去了在杀皇上。不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一遍，他是不是跟别人一起进去的？他看到的不是别的妃子。来了来了啊，预备开始。他旁边有个人，皇上不在。哦，这个看懂了。看到了什么？来，弟弟，来，他是一个妃子，有个丫鬟陪同他一起进去，这不重要。他说你走吧，我自己去见皇上。然后他走进去寻找皇上，哎，皇上在哪儿？哦，皇上在这儿，有人掐住皇上脖子。不对，你行，来吧来吧，这题我这分我们必拿了。来，前面都一样。他发现皇后在杀皇上，是怎么杀皇上的？吓的。没有，皇上并不在。啊啊，吴昕啊，他发现那个皇后在那个假杀皇上。假杀？对，就是在捏那个皇上没在，皇后在下毒。恭喜，完全正确。把这个故事捋清楚，何老师。她是一个妃子，她去皇上的寝宫给皇上请安，结果呢发现皇上没在，她找了一圈，无意当中撞见皇后在给皇上下毒，发现之后她非常的害怕，然后说那我走。太厉害了，何老师，你这身衣服我试一下。
按道理来说，这一题我们是必拿分的，因为娜扎在旁边，哎，是皇后，怎么你自己演的，你题都没看懂啊？娜扎以为我们没看见，你知道吗？就是弟弟在那说的时候，娜扎就用这边头发挡住自己的脸，然后用这个手挡住嘴，然后就充满。但我没有看到下毒，我看到了皇后。这个题现在已经不怪我们了，是怪他们这对，不是我们不强，是他们太强。不是，你现在不光是能猜，你还能看懂唇语，这谁能跟你们比啊？对呀，你说好不容易给我们唇一下，还给唇没了。我们来看看。男生来演了，好，好不好？第二轮的台词是“真有你的”。第一轮，我们首先请陈毅来。太难了。阿伟，这有时间限制的。阿伟，这有时间限制的。有有有有。你再来，再组织一个，不都玩了一轮了吗？这有多少时间？十秒啊，十秒钟，我必须得十秒钟。所以你得三倍速，好不好？啊，三倍速，对对对。十秒我也玩是吧？好，预备，开始。他这个步伐还挺好的。那间谍过来说密码。OK。真有你的啊！哇，好，来，来，海涛，海涛，我们被打呀，好明显，打呀！他是一个侦探，他是詹姆斯邦德。然后他现在要执行一个任务，然后结果他看到，哎，这个是什么？然后拿起来了，又像树苗。不对，不对，不对。好，来，雨桐，雨桐，雨桐。他是一个战那个邦德，然后他是一个邦德，他还是个创可贴呢。他反正是一个好的人，他是一个侦探之类，或者是一个警察。然后他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把那个密码箱打开了，但里面的东西已经不在了。所以他说真有你，对，被上一波被上一波的人偷走了，怎么着？恭喜答对了，被上一波的人截胡了。我觉得这个答案有技术含量，因为其实我们都想到没有了，但是你们说到被上一波拿走，这个很厉害。哎呀，一分也是小小的荣誉啊！小心，来，弟弟，弟弟，他们这么打呀，我们不演了。好，我们不演了。好，我们不演了。我知道了。来来来，先放下。雨桐，雨桐，雨熙，来来，吴昕，来来。好，我们不演了。好，那陈毅再来会一遍。好，看一看啊。啥呀？哦。真有你的，演得非常好。来，啥呀？白老师，他去见自己爱的人，发现对方已经有人跟他牵手了。他说：“真有你的。”差一点点，差那么一点点意思。来，雨熙，他那个，他去见他喜欢的人，然后发现他怀宝宝了，怀宝宝了。到那没有到那个好。何老师，他去见他的爱人，他去见他喜欢的人，他去见他喜欢的人，结果发现对方已经有另外一个在身边的人牵手。就是这个事情是这么个事儿，但是从他看来，他会对那个人说这句话。来，宋轶，宋轶，我再给你。就是他去跟他喜欢的人表白，然后发现他跟他的好朋友兄弟好了，所以他是真有你的。答对了，他去表白的时候，发现他的好哥们儿已经跟他暗恋的女生在一起了。
他说的这个真有你的是对哥们说的，对吧？哇，好，来了，接下来是百亿，我了，抽一个啊。哦，这真没想到，这有点难度了。开始。真有你的，诸葛先生需要剑，他没有钱弄这么多剑，所以他就弄了一个草船，然后让对方给他射过来。嗯，草船借箭，真有你的。谁说的？啊？好，来下一个，陈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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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继续，这个故事已经接近了。真有你的，真有你的。那个陈毅说的，诸葛亮借了剑之后，曹操夸他说：“真有你的。”不对，黄盖说的。不对，关羽。不对，来再演一遍，再演一遍，来，预备开始。没，这是什么？没钱。这个前面也要说清楚。嗯。哦。中间这个。中间这个。说什么了？真有你的。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好，我更严格了，因为这个人物已经出来了。刘备，刘备是，但前面是因为什么？刘备来了，然后扇扇子，然后家里缺东西。刘备说扇扇子这个人什么？那个真有你的。对了，哎，怎么到这轮主持人都换了呢？满意开始自己提醒，这一轮是满意在主持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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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们恭喜这一轮获胜的就是小丁跟宋轶还有何老师这一组。排名第一的搭档，他们可以选择一组搭档去公开他们的身份信息。哦，我们验谁？我们验谁？验他们是吗？小轶说，验娜扎跟满意这一组。好，接下来我们会公布他们的信息，如果他们其中有海妖，全场会红灯警告，如果没有海妖的话，我们是蓝灯安全。肯定有。三二一。啊，不难看啊。他们应该是两只海妖，我觉得。我昨天跟节目组就说，我觉得我本身就挺人鱼的，就我就海妖吧。他们说一定要让我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哎，我刚刚说什么呢？你说你想要当海妖，他们让你当人鱼。啊，对对对，我说你想要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我突然间断片，你知道吗？明白明白明白。然后他们就说我一定人鱼。因为他们说你们很聪明，一下就能猜到我，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觉得我肯定是海妖。我跟大家说一下原话啊，他本来说他要当人鱼，不是我刚刚，但节目组说必须要有一个极大的反差，所以他是海妖。不对，我说我要当人鱼，然后我说我要当人鱼，然后，哎，我要当。海妖，我说我想有一个对比，然后他们说何老师他们都很聪明，一下就知道节目组的用心，所以你一定必须是海妖。真的相信我，海妖是都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是吗？那我选的这一段解释非常精彩啊。满意，那我就不用证明了，你是海妖。他都说完了就这样了，我还用证明我自己是人鱼还是海妖吗？我真的是人鱼。你们看看我们这团队的气氛。我走吧，你说我感觉俩都不行。他肯定是海妖，长得就黑黑的，就黑黑的。
别，言多必失。那我们怎么换成？上一轮游戏获胜的小组有权利换成你们的搭档。我们来看小丁这一组，你们俩商量，你们觉得需要换吗？因为我们是第一名，所以我们现在决定。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身份了，对不对？中间是有海妖，所以是有风险的。我们要不要跟他们换？好，想好哦，三、二、一，不换。好的，不换，都不换。OK， 场上的搭档局面现在是没有改变的。我们要看一下四位科代表，你们想换组吗？只要问海涛换不换啊？我们肯定不换了，因为我们现在不我们是有病才换到内海要那组。通过刚刚那一轮呢，我们发现海妖已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了啊。接下来我们这轮游戏呢，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身份信息和换人权利的话，现在就要考验大家的反应力了。所以我们这个游戏规则非常简单，本轮游戏共两轮，每轮每队派出代表参赛，以吃西瓜的形式抢得答题权。当导演念出题目并给出抢答指令后，率先吃完一牙西瓜的人获得答题权，说出图片上演员参演的三部代表作，回答正确则记一分。好，各位请看题。抢答，陈毅，快快陈毅，陈毅，就是沈腾，腾哥。三部作品，快说。开心开心吧，不那个《夏洛特烦恼》。时间到，继续抢答。吃吃瓜，吃瓜，继续抢答。哇，陈毅，陈毅，羞羞的铁拳，羞羞的铁拳。两个了，两个了，哥。啊不用在这趴着吃了，答题。来，晚意，晚意，晚意，快，晚意，来。就是走路，就是演员，就是玩脑。回答正确，积一分。吃的好快，吃的好快。陈毅吃得快，但是你吃得快，你得答呀，你不要一次只答一个呀。我现在知道了，就是现在，先谁回答两个之后，最后一个再说。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明白的感觉？嗯，把你厉害的，把你厉害。好，请看下一题。真实少年的你，然后那个中国医生，中国医生，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继续抢答，快。陈毅，陈毅，陈毅，少年的你，羞羞的铁拳，长安十二时辰，没有羞羞的铁拳。回答错误，开始抢答。晚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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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答正确。不是，我之前就说对了，我说少年的你。不是你刚才说的，你说的是少年的你，羞羞的铁拳，长安十二时辰。我刚说羞羞的铁拳。是的，少年的你，羞羞的铁拳。你别说你懵了，我们也懵了。好，请看下一题，开始抢答。宋轶，宋轶，好，开始倒计时。《武林外传》，少欢喜。
开始抢答。诚意，诚意，诚意。哎，你别看着嘉哥，你自己答。《武林外传》。少年的你。少年的你。什么少年的你？哎呀妈，这吃西瓜吃傻了。继续抢答。雨桐，雨桐，雨，雨桐，雨桐。周雨桐，周雨桐，请回答。武林外传。小团圆，武林外传你看起来很美，然后还有，金善达，陈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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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陈毅，羞羞铁拳，羞羞铁拳，武林外传，羞羞铁拳，少年的你，武林的外传，武林外传，小欢喜。少年的你，少年的你，回答错。我你们现在误导不算我。嘉哥，雨昕，你俩怎么不说话呢？不是，我们没有瓜了，我没有瓜了。啊，晚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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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欢喜，《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回答正确，记一分。我们这一轮的机制呢，是每队派出我们的初始搭档，一男一女上去完成这个几尖叫机抢答的形式。这一轮的题型呢，是来自于经典影视剧《西游记》，因为《西游记》是几代人的经典回忆。接下来，请看图片，说出图中的名称，猜对才能积分。我们会放宽一点限度，大家只要能猜出他们的物种，我们就算对啊。了解，来吧，上吧，加油。好，请看第一题。好，开始抢答。陈毅，鲤鱼精，不正确，继续。小丁，贝壳精，回答错误。陈毅，鱼精。它是什么鱼精？继续。鲶鱼精。小丁，鲶鱼精。回答正确。蓝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我刚就说鲶鱼精了。不，因为你已经回答错误一次了，你不能更改答案的。我就因为他有俩胡须，你知道吗？这太难了。好的，请看下一题。陈毅，金鱼精，不准确。鲤鱼精，不能答了，继续抢答。小丁，鲤鱼精，回答正确。陈毅，你一定要听到喊你名字再答。好，请看下一题。小丁，这应该是个公主。公主精。回答错误，继续。来，陈毅，兔精。回答错误，大家。鱼兔精。回答错误，我知道。陈毅。不是知道吗？你说呀。那个蛇精。错误。我给大家一个提示，是动物，很小型，很常见。玉兔都不对，蛇精也不对。陈毅，蜘蛛精。错误。啊，鼠精。你不能答了。老鼠精。回答正确，老鼠精。弟弟啊，我每次就在你前面一点点。西游记里还有鼠精。这个鼠精好漂亮啊。
好，继续下一道题，请抢答。小丁，琵琶公主，错误啊，琵琶精，继续。娜扎，哎，那个琵琶精，回答错误，继续。一二三，女儿精。拉出去，真敢说呀！回答错误，大家都没猜出，这是蝎子精啊。好，请看下一题。小丁，狮子王，狮子金毛狮，金毛狮子王，黄毛狮子王，他不是狮子王哦。娜扎，牛魔王。你的物种已经偏离了。诚意，来，诚意，诗经，好，算你答对。诚意，你能告诉我它是什么诗经吗？就是附加的啊。绿诗经，错误。干诗经，它是消毒诗经了，还干诗经。好啦，青面诗经。来，下一题，请抢答。诚意，玉兔精，回答正确，积分。最后一题啊，最后一题，加油，请切题，请抢答。诚意，象精，这还看不出来吗？回答正确。好的，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积分。好，所以排名第一的是小丁、宋轶和何老师这一组，你们又有钱开一组的信息。我们要测羽西跟陈毅。准备啊，三、二、一。那么小丁和宋轶，你们要换吗？要换这组搭档吗？换了燕吗？对，要不然就是个死局。那好，换了燕，以后再换我了。晚意换是吗？好，现在我们要换，我们拿丁程鑫换晚意。丁程鑫换了晚意之后，你们要验哪一组？我们验丁程鑫和娜扎。好，丁程鑫、娜扎请上来。晚意，请到我们这组来。因为丁程鑫知道身份，对吧？所以验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也知道我的身份。好，这样。好，请坐。来，您不用说了。请问这里面有海妖吗？三、二、一，有。小丁是。我知道了，我想回去，我只是。我也想回去。我们现在已经是一组了。是的。那我们也验一下，我们也想验一下，给他一个机会，给刚才零分的组一个机会，雨桐，让我们出镜一下，让我们现在开始奉送了，太精彩了这个。请问这里面有海妖吗？三、二、一，没有，啊，有，娜扎姐，好。等会儿，那我们这一队，哇！等会儿，不是这个游戏太难了。不是，两个海妖的话也会是绿的，对不对？只要有海妖，就会是红色。你们玩不玩出了？哎，没声了。哎，说话呀！不让我们主持了，都收麦。喂，你们换，你们换就换。
我怎么玩？现在就精彩了。丁程鑫你好，你本场你的秘密身份是人鱼。周雨彤你好，本场你的秘密身份是啥？人鱼。你看，本场你的秘密身份是海妖王。在这四位当中还有两个海妖，四个人都有可能。哇，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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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好不好？又回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vivo S 十系列手机自然柔光人像照亮我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限定团，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9.9元封顶。上微博搜索“快乐大本营”节目话题页，参与节目话题互动，为你喜欢的嘉宾加油。关注快乐大本营官方微博，更多独家有趣的节目花絮在这里等你哦。再次提倡大家要积极参与疫苗接种，响应国家号召，做一个身体健康积极向上的好公民。今天到底谁会受到终极惩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又来到了，迟到了！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本营和淘特 APP 联合打造的我们特惠，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淘特 APP， 下载淘特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9.9元封顶。现在局势有点明朗啊，这边那边是全妖组，这边全鱼宴。不是零，但是也有危险，是如果游戏不赢的话，他们就极有可能全被换走。而且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期待的，就是任何一队赢了都会从他们那下手。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怎么赢了。芜湖，来吧！这一关游戏我们会把四组搭档分成两个搭组。好的，各位，我们首先玩一个热身小游戏。我来吧，我来，我可以的，我跟弟弟来。哦，哎哎，没事，弟弟，你管你自己。对不起，我磕了他的头。弟弟不好站，不好站。啊。哦，哎，弟弟，你绑下面来一点，别我喷到你的脸。这个我没有什么经验，何老师。来，来，准备，往上走，来，没关系，往上，好。哎，给我来点。哎。这战术是不是？是战术吧。好，来。哎呦我，哎呦我上劲了。怎么都水进不去呢？哎，何老师这个好像可以。哎呀。哎呦！看看看看，小丁，弟弟喷飞了，喷飞了。何老师太猛了，哎呦我，摆出了一个反 C。诚毅，你也太专注了，你整个好像一个公园专门的一个石像。三。二一，时间到。好，别动，别动，别动。好，这很难接到吧？这个。
弟弟四九五，我五零五。接下来，我们每一组派出一位男生，在这个圆台上要完成五个大象鼻子转，之后呢，就跑上这个浮垫来拿取我们终点的套圈。我们每一组派一位女嘉宾上这个圆台，你们要负责接你男嘉宾手中的圈，套在身上的就算是你们组的积分。首先，我们这一轮派出婉意和宋轶，宋轶上圆台，加油，加油，熠熠生辉。你要跳上去吗？小心啊，别滑了啊！哈哈哈哈哈哈！这孩子怎么这么实在呢？千万不要轻敌！哎呀哎呀！哎呀，来吧！好，那边是谁呀？这边是海涛和娜扎。哎呀，哎呀，哎，我，哦，帅，刚才这跳一下帅。好，女生要站起来啊，注意安全啊，两位。哎呀，哎呀，这站都站不稳。大象鼻子转五千，一千，满意一千。海涛还没有完转成，好，玩意两千，好，你自己转吧，不要扰乱玩意。玩意三圈，玩意四圈，哎呦，他有点晕了。好，快点，救！玩意五千，走，玩意出发。人呢？人呢？海涛加油，海涛。好，海涛开始转圈。海涛，海涛这几圈了？海涛四圈。好，海涛五圈。好，走，海涛出发。走，海涛出发！海涛出发了！来了来了！没有圈了，海涛！哎呀，轻点，轻点！没有圈了，海涛！水里还有圈，可以用水里的，用水里的可以去捡，快快快，要上去扔，要上去扔，先垫子，先垫子，让扶一上，让扶一上来吧。哎，圈来了，哎，圈来了，有圈了，有圈了。但是海涛得上去才能扔吧，对吧？对。海涛上，对，上。海涛上了，海涛帅。海涛上了，海涛帅。海涛现在被牵制住了，而手里坚强地握着一把圈。你得上来，你得上来。海涛温柔一点。来了来了，好，海涛上来了，发力了发力了。我来，哇哇哇，漂亮！哇哇哇，漂亮！那边像不像俩哪吒？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哇！宋轶接到一个，最后一秒啊，绝杀！三、二、一，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好，小轶身上是四个是吧？一二三，五个。五个。嗯。好，娜扎身上是？我是七个。好，七个。哇哦！来开玩笑，四个。四个是不是？OK， 好，四比五。下面我们的玩法要升级，下面我们要玩一个水上足球。水上足球这怎么踢啊？我们同样是每队派一名男生站在这个圆台上，我们会让每个人完成三个跳绳的动作，
谁先完成动作转身，后面的黑衣人会递给你一个足球，然后我们冲到前面的终点区域，然后把你的球抛给圆台上你的女搭档，女搭档转身踢球进门就算得分。哦，明白明白了。这一轮何老师嘉哥，哇哇真棒。女生我们这边派出欣姐，我平地里都踢不进去。雨熙，我们计时三分钟开始。一个，哇，何老师两个了，何老师三，何老师三，嘉哥两个，嘉哥三个，我三个了吧。何老师可以上浮垫了，你三个了。哦，上这个垫子是吗？接球，接球，来，快来！我帮你，我帮你。嗨，我这儿。你等会儿。抢了。你不要逼我来吗？我要投球了。点球。现在双方首次将会经历点球大战，稳住没有？稳住。这可是一位杀手，而且相当冷静。临门一脚，三二一，打门！球有打进啊！哎呀，打门软绵无力啊，进球角度也没有力度。现在双方都没有把球打进，这个比赛确实是太紧张了。第三个，今天这两脚打的真是有点匪夷所思。这个太难了，不可能会进。这玩的啥呀？好瞎呀这个游戏。走，进门，踢不进去，我觉得踢不进去。启动，打门。我们赢了，是的。我们验宋轶跟婉轶。宋轶和婉轶，他们当中有海妖。我们拿婉轶换成轶。既然换了，我们来确认一下现在最终的分组。我们请四位科代表现在站在你认为是全人鱼的队的后面。涛涛来呀，你不相信我们是全人鱼吗？你不相信对不对？不是，我想去哪边呢？但是我又有点觉得雨桐，觉得我们刚才验过了。不是，我们制造一点悬念吗？制造悬念不是侮辱智商。四位科代表有确认你们的选择吗？确认，就这里。
本场你的秘密身份是人鱼。好的，恭喜你们猜对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人鱼和我们的科代表大获全胜。那么海妖今天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偷到人鱼的声音，一无所获。今天的惩罚我们就是要在节目播出之前在微博上发布你们在节目开始呈现的未经修音的清唱 demo。 下载淘客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九块九封顶，提醒您稍后看点。你好。Hello， 大家好。国际快乐大本营首届合作伙伴淘客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九块九封顶。回到由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 ，vivo S 十系列手机，自然柔光人像，照亮我的美。大家好，我们是快乐限定团。下载淘客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九块九封顶，提醒您下期看点。接下来我们会迎接出来特别多不一样的神秘嘉宾那里。你好。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嗨。嗨。大家好。今天很激动。好可爱呀。你拿到冠军之后，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比方说，有给我奶奶发视频，我看我的金牌，我看看是纯金的吗？是纯金的，我回家打一副镯子。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你的青春在这流水。可以让各位老师们看一下，站在十米之外，我们的靶心是什么样的？十环了吗？这么小，他就是在十米开外打这样的靶，拿的奥运冠军。哇！倩倩，你想点谁给你唱？女神。的王菲，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满羞满的醉。用到了多少个拼，多少个乓？乒乒乓乒乓，乓乓乓乒乒，哎，乒乒乒。打反了，打反了。乒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乒乓乒乓乓，乒乓乒乓乒，乒乓乒乒乒。乒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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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刚才都没有用。哇，好好好。娜扎在这儿。钟楚曦，你怎么来了？信息要上了。我要没预测错的话，一定是海涛骑着摔下去。哇塞，这么宽！国际快乐大本营首届合作伙伴淘客 APP 摇一摇，食品生鲜百万件九块九封顶。以上呢就是 vivo 冠名播出的快乐大本营今晚的全部内容。 vivo S 十系列手机，自然柔光人像，照亮我的美。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别动，大家别动啊！节目过后，有我们嘉哥跟欣姐的牛气满满的哥哥。耶、yeah, ！感谢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的嘉宾朋友们，谢谢你们！大家多多支持他们的作品吧。宇君哥，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六晚8:20再见喽。每周六晚，我们在湖南卫视等你。